男女老幼，睇人嘅啫。至于打成点，你一阵咪会知咯。请。心你把口啊！师傅，冇事啊嘛，没事。金师傅，我的功夫还可以吗？不用说了，今天北方拳输给南方拳了。你错了，不是南北拳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哪个赢哪个输啊？还不用问，看他猪头金饼。